2013年9月3日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1783年，英美签订巴黎条约，美国独立战争结束，从而正式结束了英美间自1776年起由反抗英国统治而爆发的独立战争，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。230年后的今天，熊猫幼崽们也经常发生争斗，争斗的原因往往是一只熊猫反抗受到欺负，然后其他顽皮的熊猫就来捣乱起哄，可是事情结果往往演变成打群架。到底熊猫们爱捣乱的性格什么时候才有改善呢？长大成人以后，因为他们是独居动物，相信那个时候的他们即使一个人吃着竹子，偶尔也会想起幼年时的恶作剧吧。敬请期待今天的精彩内容，熊猫频道将一如既往地为你提供熊猫的最新资讯。